居然能够在直播间看到博导给我唱歌。根据海报新闻的报道，近日上海某三甲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因为下班后直播唱歌火出圈了。没能想到白天还是严肃的主任医师，下班以后画风突变，在直播间里面化身为超级歌王，这个反差感直接把大家的好奇心给拉满了。据悉这位专家可不一般，他每年独立完成各种血管手术近千例，治疗效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，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。网友们也很皮，有不少人在他直播间调侃，这个唱歌的水平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，我相信他肯定不是为了赚钱的。主任出差还要带着直播设备边等高铁边直播，看来是真的热爱啊。还有人抛出问题，为何要这样做呢？这是打算改行吗？主任表示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工作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，直播唱歌纯粹就是为了给自己排遣压力。咱们就说白天传道授业救死扶伤，晚上直播唱歌做回自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排遣方式，医生也不例外。平时不管多忙多累，都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让自己瞬间回血能量满满的按钮。